这部影片号称中国电影第一部商业大片，由当年两个票房保障姜文和葛优、许晴主演。片子在国外获奖无数，却在国内上映四天后就被强行下架。也许由于剧情相对当时过于敏感，但真正的原因至今无人知晓。尚在襁褓的嬴政被送到了燕国当人质，一个善良的燕国妇人把他抱到身边，和自己的儿子高渐离一块抚养。嬴政和他同吃高母的奶水长大，两人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高渐离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分，成了一名为死刑犯演奏送行曲的乐师。一次燕国准备斩杀秦国人时，嬴政也在被杀的名单上。少年嬴政面对死亡的瑟瑟发抖，高渐离用琴声抚慰了嬴政。斧子可快了，一下子头就掉了，不疼。两人一起闭着眼睛在刑场上唱着歌谣，嬴政因为是秦国的公子，被监斩的人赦免死罪。劫后余生的嬴政和高渐离恨极了刽子手，他们趁着刽子手酒醉时将他活埋。事情败露后，两人均被逮捕获罪。这个关键的时刻，秦国因为打了胜仗，所以派使者来到燕国，要求接回质子嬴政。嬴政从卑微的人质重新成为了尊贵的王孙，脱离苦海的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兄弟，他让高渐离跟自己一起离开。两人上了秦国的马车，可是秦国使者却在嬴政熟睡后把高渐离推下马车，他怕高渐离影响嬴政的大业。就这样，两个好兄弟从此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时隔多年，嬴政已经成了秦国的大王，他始终牵挂着兄弟高渐离，多次派人向燕王索要高渐离都被拒绝。而燕国得知两人的关系，决定利用这一点让荆轲刺杀嬴政。先生如能协助荆轲共赴咸阳刺杀嬴政，便可名垂青史，以免秦国一统天下。荆轲带着樊将军的首级和疆土图来秦国投诚，可是还没说几句就被嬴政打发。宣燕国请降已使荆轲下殿。荆轲只好说，高渐离将断指藏于疆土图中，这成功引起了嬴政的注意。渐离的琴声你可曾听闻？渐离的琴声如大王的威名，都是天下第一。他立马让荆轲打开疆土图，图穷匕现，荆轲拿起匕首刺杀嬴政，却被嬴政制服。嬴政大怒，下令要灭了燕国。当听燕国吧，人畜不留。在攻打燕国之前，嬴政派王奋去燕国带走高渐离，并下令对他要以礼相待，不必如此大礼，并且安排马车接送。不会吧，啊！你们大王嬴政吃过我娘的奶。可高渐离仗着自己和秦王的交情口出狂言，到达秦国的时候，他看到远处有一个十几人大轿抬着的女人，便随口出言侮辱秦国是厉害，婊子都这么大排场。这可惹怒了王奋，因为这个女人是秦王爱女长公主硕阳，也是他的未婚妻。骂她她可以忍，但是侮辱未婚妻那绝对不行。他不顾秦王的交代，一气之下在高渐离额头烙下了囚字，这份耻辱让高渐离心如死灰。嬴政见到他时希望他可以安稳留在秦国，为自己撰写情颂，可高渐离却对嬴政破口大骂，只求一死。你心如蛇蝎，你心如蛇蝎，你即便嬴政对他以礼相待，让他享受王公待遇，高渐离也越狱寡欢，开始绝食。这可急坏了嬴政。嬴政如此需要高渐离，就把高渐离的头割下来送给嬴政去玩吧。我不得已只好杀鸡取蛋，灭掉燕国。这个时候朔阳公主主动请缨，她有办法让高渐离进食，但是事成之后嬴政要把高渐离送给她，那么朔阳能否顺利让高渐离进食呢？这个男人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人了，身为亡国奴竟敢侵犯公主，犯事后不仅得到了嬴政的宽恕和包庇，连公主也对他死心塌地。由于高渐离擅长音律，嬴政希望他可以谱写情颂，可是国仇家恨让高渐离始终不肯屈服，甚至以绝食抗争。嬴政的爱女朔阳公主主动前去劝服，公主使出了浑身解数都无法让她进食。当公主弹奏起了她家乡的童谣时，高渐离的心开始有所触动，看着衣不解带照顾自己的公主，高渐离眼里有了光。
或许是家乡童谣给他带来了心灵的触动，也或许是公主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他，他仿佛重生一般，燃起了求生的意志。嬴政履行承诺，让高渐离教朔阳弹琴，可高渐离却萌生了新的念头，也许是为了报复在自己额头落下求字的王分，也许是真心爱慕公主，也许这是他能想到或死罪的办法，他决定侵犯公主。来激怒秦王求得速死，可其实公主对他早已倾心，在公主的默许下，他的计谋得逞。就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公主竟然扶着门框站了起来。朔阳自从儿时坠马落下残疾，便再也没能站起来过。没想到和高渐离缠绵过后，竟然发生了奇迹。得知朔阳可以站起来，嬴政喜不自胜，下令举国同庆。可是当他知道高渐离和朔阳有染，大怒之下要将高渐离活埋。三殿大事。经过思想斗争，最终他还是不舍得杀死高渐离，把高渐离发配去做苦役。朔阳公主不忍心上人受苦，要将他带走。秦国公主嬴月阳来接燕国嫖圣高渐离。嬴政带朔阳和高渐离祭河的时候，遇到了刺客。叶卫兵，封锁所有道路，一定要抓住刺客。高渐离为了保护朔阳受了重伤，朔阳不眠不休照顾他，大难不死的高渐离也被公主感动，他不再一心求死，也越来越依恋公主。嬴政要求高渐离谱写情颂，他不再像从前那般抗拒，只是提出了交换条件，他想娶朔阳公主。嬴政知道他也是女儿的心上人，只是他早已将女儿许嫁王分，眼下灭六国一统天下还需要靠王家父子，他不能在这个关键节点出尔反尔，这事关自己的尊严和王家的脸面。他告诉高渐离，想要得到朔阳必须隐忍赤服，等到功成名就时便可名正言顺迎娶朔阳，现在重要的是创作情颂。高渐离对嬴政的话语不以为然，他知道为了情颂，嬴政迟早会妥协，他只需要静静等待，朔阳很快就会是自己的妻子。可世事难料，发生了一件事足以改变高渐离的一生，改变所有人的命运。秦国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大逆不道的话。上天预言了些什么？上面刻着嬴政死而地分。这刻字让嬴政大怒，他下令把所有燕国人聚集在一起，以百人为一组进行杀戮，直到造谣生事的人主动站出来承认。大规模的屠杀血染了江河，依旧没有人能供出造谣的人。高渐离不愿看到更多的同胞被害，只好向嬴政妥协，放弃求娶朔阳，答应谱写情颂，只求嬴政可以饶了同胞的性命。嬴政同意了，其实这正是他的计谋，只有这样才能让高渐离彻底妥协。你现在是秦国的大越侯令，位列九卿之尊，享受公侯之荣。高渐离履行承诺，开始谱写情颂，嬴政也封他为越府令。同一时间，王奋父子也在为嬴政征战。在他们灭掉最后一个国家凯旋而归时，王奋迎娶公主时候，高渐离知道一切已无法挽回，便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谱曲上。朔阳得知自己被高渐离放弃，他伤心欲绝，找到高渐离骂他贪图富贵，两人在秦国宗嗣牌位前抵死缠绵，沉默而激烈，仿佛这样做可以把对方都镌刻在心中。他们彼此都在进行着最后的告别。嬴政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用烟熏瞎高渐离的双眼，可为了让他依然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嬴政告诉他只需要再等待几年，自己会让王奋死在匈奴战场上。快则一两年，慢则四五年，王奋定会死在抗击匈奴的战场上，到时候朔阳可名正言顺嫁给他。听到这些，高渐离总算看到了希望，可眼下朔阳还是得嫁给王奋。不知情的他以为自己今生和高渐离无缘，他心如死水，面无表情让侍女给自己上妆，像一个木偶一样任人摆布。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甚至给自己额头烙下求字，额头上鲜红的求字显得格外刺眼。高渐离已经无法看见心上人，可当他触摸到朔阳额头的伤疤时，他心里深受震撼又万般无奈。如今他已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之人远去，心灰意冷的他独自弹奏着为朔阳所写的曲子。没几天，听到了王奋血溅婚房的消息，朔阳为了高渐离竟在新婚当天咬舌自尽。王奋感到了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一气之下竟将朔阳的头颅和双手双脚砍下。嬴政心痛不已，直言高渐离害死了朔阳。高渐离，是你害死了岳阳。
如今即便自己杀了王奋，朔阳也回不来了。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丧女之痛也不能阻止嬴政一统六国的野心。第二天就是秦始皇的登基大典，他身着朝服，登上了梦寐以求的至尊之位。高渐离演奏着悲壮的秦颂，随后突然起身将琴砸向嬴政。大秦！众人很快将高渐离制服。高渐离早已服毒，失去了朔阳，他的人生已经毫无意义。嬴政看到他被毒药折磨着，为了让他受的痛苦少些，嬴政忍痛一刀刺死了他。失去了心爱的女人，还有唯一的兄弟，即便嬴政成为了九五之尊，巅峰之上却无人可以分享，终究也只是孤家寡人。秦颂无论是场景还是美术亦或是音乐都别具匠心，足以看出制作人的用心。场景恢宏壮观且大气磅礴，电影中多次运用到了火把，既表现了一种气势和威严，也体现了嬴政的欲望之火，这既是希望和理想，也是人性的执念。高渐离额头上的球字时而明显时而暗淡，对应的是他心中的困境，而影片最后朔阳额头上印刻的球字也代表了朔阳身在皇家其实也如囚徒一般身不由己，身在皇帝家族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如果给你穿越的机会，你愿意成为皇帝的儿子或女儿吗？